爸比，你看那里有好多闪闪发光的宝物哦。真的耶，宝贝，那就是传说中的十灾故事同心阁，我们赶快去一探究竟吧。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将带给你人生正面力量的 Smiling 姐姐。今天的传奇好故事系列，我们要来分享一个出自古时候一本书《战国策》的轻松有趣故事——海大鱼。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的父亲晋国君田婴当了齐国20多年的宰相。齐王很感谢晋国君为国家长期的付出，因此把薛这个地方赏给他作为封地。晋国君得到一块新的大土地，非常开心，就想在这个地方好好建设大兴土木，最好筑一座高大的城墙，防止敌人骚扰，再盖一座牢固的大城，真是太棒了。他召集了很多工匠着手规划，准备实现他建城的梦想。但没想到啊，却陆陆续续有人来劝晋国君不要盖城。为什么呢？因为啊，整地、建城、筑墙是要花好多好多钱，征召很多很多百姓来帮忙工作，实在耗费巨资又劳民伤财啊。而且很多人觉得齐国已经是强国，在齐国里再盖一座薛城，不就是国中之国，有这个必要吗？万一到时候惹恼了齐王，可是会得不偿失呢。但是晋国君对大家的反对声浪很不高兴，而且大家说的话他完全听不进去，最后干脆下令，只要有人是来劝谏筑城的，通通不见。这时候有个齐国人就觉得，明明晋国君在做错的事，不但不肯接纳不同的意见，而且连见面都不愿意，众人束手无策，怎么办呢？这个齐国人很会动脑筋，他就想了个妙招。他去到晋国君的府上，请求要见晋国君。家里的门卫当然听主人的命令，不让闲杂人等进去。这个人知道一定会吃闭门羹，但他可是有备而来，因此他说，我只有3个字要说，如果我说超过了3个字，就可以把我丢进锅子里煮来吃。啊？什么？只说3个字，超过1个字就可以把它给煮了？玩这么大？晋国君听完也不免好奇，3个字。能说什么呢？于是出于好奇心，就让这个人进门了。客人大步走进来，见到晋国君，看了看四周后，开口果真只说3个字。
哪三个字呢？海大鱼。客人说完这三个字，马上掉头就走。小朋友，你是不是跟靖国君一样，觉得很纳闷？海大鱼是什么意思啊？靖国君没得到答案，怎么可能放客人离开呢？于是他马上叫客人留步，问他海大鱼是什么意思。客人说，我多说了您会把我煮来吃。靖国君跟他承诺，你说吧，我不会惩罚你的。您听说过海里有一种特别大的大鱼吗？再大的网也抓不到，用鱼钩也扯不住它。这种大鱼在海里可以作威作福，但是啊，一旦离开海洋来到陆地，它就动弹不得了。就算是一只小蚂蚁都能欺负它。今天齐国就像大海，您就像大海里的大鱼。您若能得到齐国的保护，谁也不敢侵扰您的土地。但若失去了齐国的信任与庇护，您就算把薛城城墙盖得再高，又能抵挡住什么呢？靖国君是个聪明人，他听了就说，我懂了。他听懂，与其在薛地筑城引起齐王的猜疑，不如好好尽忠国事，只要齐王一直依赖他，靖国君就永远可以在大海中悠游自在。靖国君于是决定下令停止在薛地修筑城墙，好好保卫齐国这个大海就好。后来他的儿子孟尝君也继承了他的政治事业，当上齐国宰相。小朋友，这就是故事的力量哦。第一个是故事的标题有吸引力，海大鱼。因为标题，所以让人想一探究竟。二是他用比喻来说明靖国君跟齐国之间微妙的关系。掌握了标题与比喻，再加上一些胆识，这个人就成功的说服靖国君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小短篇《海大鱼》，希望各位小朋友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像在水里的鱼儿一样自在又快乐哦。我是 Smiling 姐姐，我们下次再会咯。以上由实在网络教育学院制作播出。